哈喽大家好，三疯。OK， 看到标题每100块钱吃一天啊，早上起来晚了啊，直接来吃午饭。如果你感觉这个标题呢可能没意思，或者就是100块钱太少了，那么好，本期视频点赞只要超过8000，咱们挑战1000元吃一天。OK。嘎嘎好吃，
痛的心脏。OK， 那今天视频拍到这里啊，看完记得给三疯点个赞。那现在咱们去挑战1000元吃一天，拜拜。